比较久的人哈、啊，对饲料理解比较深的人才看得到它的价值。哇，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黑皮科的这种前堵的饲料，今天呢就拿了一个哈、啊，磨碗机敞口的哈、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它的重量是445克，但是这个料子你不要看它小哈、啊，价值是不菲的。射灯啊，打过去的话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哈、啊，有一条哈、啊。这种色带哈、啊，条带子从这里延伸过来哈、啊，是捞了一大圈的。可能现在在外面嘛，光线强，大中午的哈、啊，你们不一定看得到。在暗的房间里面打灯给你们看，稍微打灯一下，整条带子这一面也是哈、啊，这么小的料子，上面有三条带。玩饲料嘛哈、啊，就要玩这一种防捞带子的。那这个料子呢，就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料子。这个黑度非常好，上面的沙粒也非常细腻哈、啊，油润度各方面都非常好。现在我们就到比较暗的哈、啊、地方哈、啊，打灯让你们呢细细的瞧一瞧。我压灯下去让你们看一下中间这一条色带哈、啊，整个是防捞的。你看这个灯打下去，里面的落质非常的细腻，而且色非常的阳。啊，这个是中间这条带子的表现。从这里打灯就可以看得到哈、啊。从这里开始，整条过来也都全部是。打灯下去让你们看一下，整条过来都是啊，整个面都是。这么小的料子呢，上面等于说有三条色带，而且都是环捞的。而且像这个面哈、啊，基本上整个面上全部都是色的哈、啊。玩的比较久的人哈、啊，对色料理解比较深的人，才看得到它的价值哈、啊。